色我觉得好像比蓝色再瘦一点点，然后它的弹性从腰到这里全部都是高弹的，长度大小你不用担心，因为里面有一件安全滑料冰凉内里，而且这件裙子不会飞，它是微包臀裙，但是它不会很紧。这件裙子我觉得蛮心机的，这里瘦，这里也瘦，所以呢它跟一般牛仔裙的剪裁不太一样，它不是一般的牛仔色哦，它是复古蓝，它是连中间这边都是弹的，连腰都是弹，反正呢你穿这件裙子就会觉得端端端端的感觉。口袋的话因为要让大家更瘦，所以直接做平口袋，然后呢是做一个很经典的小皮卡，后面才是经典，就这两条线。那妞儿身高161公分，所以呢长度大小我觉得你不用担心，你要穿平底鞋、球鞋、靴子、凉鞋、拖鞋都可以，让你的比例非常的好。